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，看到烤羊排就流口水？今天我就跟你分享懒人烤羊排的做法。洋葱切丝备用，大蒜切片，生姜切片，把三者放入一个大碗中，加入孜然粒，倒入生抽，量可以多一点，加盐，用手抓拌均匀了，一直抓到出汁水，放入羊排，把羊排每个部位都腌制到位，静置腌制两个小时，随后取出腌料，放入空气炸锅内，先烤25分钟，随后翻面再烤25分钟。中途可以开盖，撒上孜然粉、五香粉、辣椒面，烤好后就可以出锅了，吃起来皮脆肉香。喜欢我做的菜，就关注一下吧。